看看这个咖啡树，花该开完了以后，开始挂豆了。应该是小绿点，小绿头就是咖啡豆了。嗯，就是结的，应该都是长大的就是咖啡豆了。今天这个又是个雷阵雨天气。看在这儿，香蕉啊，长得还挺快，前几天那么一点儿，几天就长这么大了。玉米正好给咖啡能乘个凉，明年就不能种了，明年只能中间种一点了。又要下大雨了，今天上午这个咖啡又种不成了。小草长得也挺快啊，本来这些都是不让往进种的，叶子都没了，就剩梗了。嗯，叔叔又种进来，梗上叶子从上到下又活了，又起了新叶子。你再一看，这一棵我还是没让往前种，人家叔叔种进来，也活了。刚开始也是这种干的，现在绿了，芽子都出来了。这个雨季到了就都活了，三分之二是差不多种完了，一半是应该多了，这一面跟结束了，把牛粪都放进来了，放进来土跟牛粪拌起来种点儿。那个草莓了，种点中国蔬菜了，完了。这边本来就少的了，这边宽，这边窄，不多了，三分之二是差不多了，没有三分之二差不多了。我看这块，一排，两排，三排。四排半，五排了。五排的话，一排是1400，1500，不到一万了。快看一下对面这个羊跑得有多快，我感觉。速度快有飞机快，嗖嗖的，开始下雨了。这边也是山谷里面，直接这个雾气又开始起来了，层层的。草是长得旺盛了啊，过几天就开始长起来了。
干活的又能往回走了。下雨了。看看天上这个云跑得有多快，看的手手都往过窜了。回来，下雨了，一会儿又让雨淋了。小金，姐，这个白狗是大黄她老公。嗯，黑子也是他下的。嗯，哦耶！我说我们这大黄下来这有那个啥的，有小白狗了，白色的。爷爷给吃点肉烧鸡，不让吃。这，这也是三个聚在一块了。这个大白狗。这只是过来又想下一窝了。高兴，拜拜。哎，来，你好，高兴，嘿，高兴，嘿，爸爸，哎呀，过来，爸爸过来，这是过来，对，过来，爸爸，高兴。哦，这是过来，哦嘿，哎呀，哎呀，过来，爸爸，过来，这过来是咋弄的？过来，过来，会不会了？过来，哎，高兴，哎呀，他现在又有狗狗了，他又看狗狗了，顾不上了，嗯。这又没见过这个白狗，你看咋看？哎，姐夫哪去了？干活呢，去了。干活去了？哦，下雨了。啊，下雨了，他干活去了。没有太阳那个舒服。嗯。爸爸。高兴。爸爸。爸爸。你看，你看，他又看啥？不看他老了又。那一会儿我也下去干活去啊。嗯。